我帮阿耀做个保，你怕他跑掉了。我现在跟个惠，你又怕人家跑掉了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？那时候我有林雅怡这个，要不然？该不会是跟你的前女友一起啊？叫会计部不要把那800万列在亏损。没有啊，那个我姐出掉了啦，没有记在公司账。 尬的！你每次都三包糖、三包奶的，你现在把我弄翻了。韩胜，好运到！立 TV 立式线上影视。